我们第二道呢是一个葡萄的这个肉桂卷哦，是我非常喜欢吃的，只要有肉桂的东西我都爱哦。那我们来看看，也是用免揉的方式哦。对，一样我们袋子啊，我们等一下现在揉的是揉白面团哦，刚刚是揉到有南瓜的。我们将我们袋子打开啦，一样干性材料给它下去。嗯哼。好，谢谢姑娘。然后我们让面粉挖凹槽，放入干酵母，嗯，然后再把它盖起来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基本的概念，它都不会改变。好，我们盐，还有少许的糖。如果我们今天糖不放呢，它变成法国面包的肉桂卷。好，摇一摇一样，均匀之后呢，将我们的液体，就是湿性材料，给它下去。好，谢谢你。然后一个空气，好，开始就是搓揉动作时间了。那我们这些配料记得哦，是等一下做内馅夹层用的，不要把它放进去，要不然它就变成彩色的面团了。我们一样搓到没有粉角的状态，它就是变成很光滑的面团，但是呢还是要松弛一下，大概是15分钟就是翻面的动作。好，那我们时间过得很快，已经翻面过一次，我们大概翻面动作就是把面团擀开来，一样三折一次两次就达到我们这个效果，摸起来一样有孔洞蛮多的。对，之后我们再将面团打开来，其实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啊，面团已经不太会粘黏我们的这个塑胶袋了。还有刚开始学做面包呢，会有很多的这个学生呢会问说，哎，老师，我这个糖可不可以少一点啊？油可不可以少一点啊？很多的东西都是这个加一点，那边少一点哦。我在这里是以过来人的这个身份呢，跟大家分享哦。刚开始学做的时候呢，其实老师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哦。然后等你慢慢呢学会，比如说哦，应该是多少比例的时候呢，才去再增减。很多人说啊，老师，我不要用这个白糖，我用红糖可不可以？哦，老师，我不要用这个这个葡萄干了，我用蔓越莓可不可以？其实很多东西当然都是可以，可是它其实它里面的一些成分会改变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如果譬如说我们糖白糖改成红糖的话，第一发酵比较慢，色泽比较深，烤出来面包体比较层层垫垫。那如果我们加蔓越莓或是加其他果干，第一它有果酸，果酸它影响我们整个面团的发酵时间。它毕竟口感都不一样，但是如果学生那么多，不如花这个时间去操作一次，做个实验。因为我就是这样学过来的，天生就好奇宝宝。然后我就是有问题，我先做，做完之后再问老师，跟老师请益。你有一个最好的老师啊，做了55年面包的这个爸爸呢，到哪里去找啊？然后就是在外面学完，回家跟我父亲一起讨论。我们当面团呢，就想办法把它用成长方形。我们长度大概就是15公分，然后宽度大概10公分。这个动作呢，我们等一下做肉桂卷呢，就是擀卷的动作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将我们面团擀成长方形之后呢，准备我们的红糖跟我们的肉桂粉，然后把它倒到我们红糖里面去，然后运用这个馅匙去把它拌均匀。这个很容易取得，那蛮香的。好，我们将我们的这个红糖啊跟肉桂粉铺平。好，到现在为止，观众朋友是不是发现到我们好像都没有用到什么油，对不对？对，油脂不用放。这就打破很多人啊对这个面包要好吃一定要油很多的这个观念哦。像我们油脂刚刚那道面包，我们是要放核桃天然的油脂，它无花果。我们这一道是用放 cheese 丝，就是甘酪丝。其实它里面也有很多的油脂啊。好，一样把铺皮。然后如果喜欢吃多一点 cheese 的朋友们，再撒一倍也没关系，这是随个人喜好。再加上我们的蔓越莓。好，现在很夯的啊，就是对女人很好。他刚刚说对男人很好的啊，现在我就强调这个是对女人很好的哦，蔓越莓哦。实际上啊，各种蔬菜水果四样都是最好的，都是比较过量。加上我们的葡萄干。好，还有我们台湾的这个非常有名的龙眼干哦，
来做面包也相当的好吃哦。那加了这些有甜分的这些自然的食材呢，你在糖的上面呢，你就可以呢稍微减少一点哦。好，这时候呢就是要擀卷，用手部去大拇指推进去哦。然后我们第一就是先向手去沾点手粉，好，把这些内馅推进去，然后右手向下压。啊，如果大家觉得，哎，那我拿来做馒头可以哦。那等一下切好之后拿去电锅蒸，也可以做出一个馒头。蒸的就变成馒头了哈、哦。嗯，只是水分不一样，这个馒头比较软，因为面包的水比较多。好，这时候我们把它做出长条状之后，准备小锯刀，然后把它去头去尾，这就是白面团的部分了。等一下我们可以拿来当底部，因为怕它会粘住嘛。嗯哼，做一个分割的动作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去抓我们所需要的数量，看要切几刀呢？我们就大概是切六颗好了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就给它下去了。好，一样将我们的肉桂卷呢，把它底部封完之后呢，就把它放到模具，因为封底部是怕等一下粘连到底部啊，会烧焦。好，我们这样把它松弛一下，大概等30分钟就可以烤，就可以进烤箱了。好，好，我们准备给它进烤箱。大概要烤多久？也大概是15分至18分。OK， 温度呢？温度就一样，200。终于完成了，我看得很紧张啊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的肉桂卷。肉桂卷，对，一样把它夹到我们的盘子上去。还是夹三颗。好，是不是跟观众朋友呢，在外面市面上看到肉桂卷不太一样？对，我们的肉桂卷哈，外面的肉桂卷都比较扁平嘛。对，啊，我们的肉桂卷是做这样高高的哦。好，那表面就是加了那个起司甘露丝啊，呈现出葡萄干跟蔓越莓的味道，而且它皮是比较硬一点，不像软的。哦 ，OK。